咱毋是干呐要趁钱尔，搁爱来即个发布爱心，来再散布爱心。就是这个理念，仑背乡产业发展协会今日结合了华山基金会，作为邀请长辈到外面行行，同时陪伴用午餐。产业发展协会理事长蔡国头指出，协会若要温暖，就必须要挖靠大家双手，做伙来营造出这个气氛。因为是大人在厝吼，孤单无伴，办这个活动，让因来这甲长辈大家交流，来佚佗佗咧，来食饭，来大家欢喜一下。阮希望讲。大家会当发挥这个爱心啊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。即阿公阿妈伫咧大家陪伴之下，先前往台湾客家文化馆参访。有馆长李炳义皇帝负责导览，看到一挂遗产物件，也引起了不少长辈兴趣。其中有一张影影，侯志宇阿公得到变成了导览员。啊，这条是新疆咧用的，这条新疆咧用的，这条就是。我甲你讲，平常时你若要坐嘛，是会使家使用咧坐，吼、哦。啊，这条就绝对用用咧吼，这条袂使去甲拍去就对啦。华山基金会表示，即阿公阿妈拢是独居长辈，平常时家己留点出来，嘛罕咧打出门，因真感谢产业发展协会给因这个机会。他们独居，所以就十几年来，他们就守在家里面，没有踏出来，就是那个村庄，所以我们很难得的把这些长辈一起邀出来，然后做一个热活学习。人口老化在台湾的比例未来愈来愈高，如果照顾老大人已经是袂当先撇问题。记者李炳安采访报道。